我现在公安机关传唤你，什么物资不物资啊？先跟我走，没机会，没往前走。你解决问题了吗？你跟我讲，往前走，我现在来解决你的问题。往前走，我怎么了？我已经告知过你了，我已经明确的告知过你了，好吧？我已经跟你亮过证了，你自己说了些什么，做了些什么，我们已经全部取证取了。我是让大家，你现在跟着我走到门口，走走走，好吧？其他居民回到家里去啊。不要聚集！这是我们的社区民警，大家看好。社区民警，我社区民警，我是维护法治的。你往里走，你自己讲的什么？我在网络上，我只是不要讲，你讲的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比比大家都清楚，好吧？这么多人都是你煽动下来的，好吧？来，现在有拎得清的回去。我是自愿来的。我是自愿来的。王建峰。我们是自愿来的啊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有意见，我已经刚才跟你讲，有意见有想法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提，没有人去堵塞任何渠道。正规渠道不通，是不通很正常。不，你不要。现在什么时间啊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急，不要。那你让我怎么反应？你是居委反应啊？正常。那居委人呢？居委怎么没有人啊？你现在不是啊？不是村委会啊？是居委吗？怎么是居委吗？兄弟啊，兄弟，你们是居委吗？兄弟，不要紧的。你是居委吗？我不是，我是老百姓。那我就不跟你说话。你是居委吗？不是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居委？说话，你说呀。你手机放下来行。你现在不是你说什么事？先放下来。你先说事。是不是居委？手机你可以放下来。你也不是第一次来了。对。回去啊！其他居民有意见、有意见、有想法可以提，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不要煽动聚集啊！有什么事情慢慢讲。街道居委比谁都急，都在第一时间处理问题啊。你们就在这边，对，所以说往前走，不要混话，都往前走。我不能讲话了吗？我先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我有不服从法纪吗？哎，你们俩跟我们到北门。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，我们家一家五口都没有买到吃的，你现在发了酸奶有什么用？能解决我们温饱问题吗？你怎么？